每一天都越来越晚出门，现在其实已经5:30，快6点了，好好笑。但太阳还是大到不行。因为吃完午饭之后就觉得好想睡哦。然后我今天其实原本只想要睡个45分钟，然后我有设定闹钟，殊不知啊，反正就是来度假嘛，所以就睡到开心。我们现在在 Oxford Street。要去 Selfridges， 现在一样是一些购物的行程，然后我们晚一点会跟庚午吃晚饭。Selfridges 超多人，然后大家手上都有拿黄色的提袋，好像在大打折吧？哎。我这样怎么又要录 fuck 是不是？还要？大家好。The time for the two of us, ooh, I ain't got space to be thinking about rolling no dirt on my thinking, me and you. 我们现在要去吃饭。大家还记得之前有出现过的庚午吗？哎、欸，上次很多人说你很帅、欸，也很多人说我是台艺脱口秀啊。我已经接受这个设定了，真的。就是我其实也无所谓啦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负责像小洛一样帅帅。我们现在有好笑的人啊。你以前不是，他以前那不是，我觉得我必须要放一张你以前天菜的照片。但我现在设定就是我是十年前，我是刘汉阳，然后他是徐熙娣，然后你知道刘汉阳年过40就是知性主持人，我是走那个路线，大家会看到我的才华跟风采。我们现在在小巷弄里面躲雨，突然走一走雨就变非常的大，然后今天庚午要带我们去吃伦敦菜。讲一下什么是伦敦菜啊。不是伦敦菜，还是有英国菜，虽然大家一直说英国菜系很难吃，但是就还是有，那最最经典的就是 fish and chips， 怎么会有。那这家店叫 Balance， 它特别是它太严肃了，你可以用比较唾爷爷的方式。好 ，OK， 总之他还会有 Four English Breakfast，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英国早餐是什么。然后他说开到早上5点，是开到早上5点，然后从12点到5点开始会有卖早餐。哦，所以就是一个从12点之后大家喝醉去吃早餐的地方。对，英国永和豆浆，英国永和豆浆。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平常比较容易被忽略。好，我们就拭目以待。To 庚午 ，Yeah。我们现在吃饱，然后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一个泰晤士河上面的一艘船上的一个酒吧跟 Comedy Club， 对，是我的约会圣地。你这样公开了不就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你这样公开了好吗？他公开会怎样？就会知道你的。就是不是，如果你约会的人恰巧有看到我的 vlog， 就会知道说，哦，你带很多男生来。那我可以趁机告白吗？我要带。神经。我讲了，你会剪进去吗？还是神经病？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很爱的台湾男生，我希望他赶快来找我。好了啦。来，那我要带他去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要讲全名还是要讲？绰号就是。他知道你在叫他这样子。好的，他知道，他叫威威威，赶快来，赶快来伦敦，然后庚午会带你来这里约会。在跟我告白，很好啊。现在走到河岸这边，然后就可以看得到伦敦耶。然后大笨钟在这边，近期好像刚整修完毕。
发生了一个幽默的事情。刚刚我们才讲说，他刚才抱怨说很多地方都不让他穿棉裤进场，就他原本要带我们来他最爱的约会圣地，结果他穿的是棉裤，我们现在就是进不去耶。还是可以进去啊，对面等。我们反正我们今天就是结束今天的行程，然后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我们在跟谁讲话？我在问你啊。你在问我吗？对啊。没有，我是导游，我在带你们玩。对啊，阿水你开心吗？我希望你们觉得今天吃的晚餐是好的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五年前年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当了一个很烂的导游，然后去了很烂的 bar。然后我从那一天就很想血食，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狂飙 London Landmark， 就是一直去好玩的我都记。然后在想年再来的时候，或者任何台湾朋友来的时候，我让他们知道我很厉害。OK， 你今天有成功吗？今天有很成功啊！所以花五年的时间平反一件事情是好感动，其实蛮浪漫的。对啊，怎么办？你要不要亲我一下？好了，那我们要，我很会互动哎、欸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拜拜。在录我擤鼻涕吗？是想拍我很糗的？没有啊，就记录一些画面。来玩一个偶像笑料。跟大家说拜拜。好可怕。我们今天又来到 SOHO， 然后我要去找一间很神秘的香水店。听说呢，香水店是 The Ordinary 的创办人弄的，然后全世界只有这么一间，仅此一家，然后他只卖一款香味，所以我现在要去闻闻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，有点期待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买到了。刚才进去之前，他门口就有贴说里面是不能拍照跟录影的，然后店员有跟我们大概讲解一下就是整个牌子的故事。这样他确实就是 The Ordinary 的创办人创的一个品牌，然后原本有很多的 collection 包含什么洗澡的啊什么，但最后好像有点难产吧，所以只推出了就这么一款商品，就是香水，然后味道就只有一个，所以进去还蛮一翻两瞪眼的，就是喜欢就买，然后不喜欢就离开。大家如果有来的话，可以来看一下，里面的装潢也是很挖逼沙逼，挖逼很差级风，然后是我蛮喜欢的风格，很不错。嗯，我们现在要去别的地方了。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它的 logo 的地毯，然后都是木的地板，楼上还有别的空间，然后这边有挂一幅画，非常有质感。它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厅，外面也有座位，就小小的，它主要也不是做咖啡厅，但就蛮可爱的。椅子上也有它自己的 logo，还蛮细心的，很重视细节。浴室也太可爱了吧，全部都是这个马赛克的拼砖耶，超可爱。然后他们就做这种皮裤的，还有皮衣服，刚试了非常喜欢，决定要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客人太好，他还有请我喝咖啡。免费的特别好喝。我们现在来到 Margiela 里面，主要是来买一双休闲鞋，昨天在 Selfridges 没有买到，然后今天来这边就有买到，蛮开心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在犹豫要买白色还是要买棕色，但试穿了之后我觉得白色应该是比较适合我的，所以我应该会买白色。刚逛完街好开心。为什么你看起来没有很开心？我很开心啊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的一整袋的
战利品，在 Margiela 买了两双鞋跟一副眼镜，看起来好像好韩酷。之后我会再做一集，就是这一次的战利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，但还有一些我心目中最想要买的，目前是吃了一些闭门羹，然后非常的不高兴，但购物这种事情就是随缘。然后我们现在在附近的一个大公园休息一下，因为刚刚待在那个店里面时间有点太长，有点想要呼吸新鲜空气，有点呼困。然后等一下那个杨会在这边录一些那个模仿练小薇的影片。还有什么成名曲？我今天有刚好戴眼镜，快点啊！还有什么？爱情三十六计啊！爱情三十六计。好累、哦，好喜欢，好喜欢练小薇。工人超级的舒服，很多人在这边休息吃午餐。你看起来很像刚去批货回来，然后去东大门买韩货，有一些案主业主。现在来 Acne Studio 买了一些冬天的衣服，因为打折的都是冬天的，然后当季的短袖我没有找到我喜欢的。发生了一点小插曲，我们刚刚去完勾药，然后在路上排队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刚刚那个在 Acne Studios 买的东西，我核对的收据发现有算错钱，所以我现在要回去那边跟他把钱算清楚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吃饭了。今天要吃的是英国很有名的印度菜的餐厅，叫 Dishon， 然后现在要排大概45分钟，然后在排队的过程中他就有提供柠檬汁。吃饱了，很好吃哎、欸，好爽！而且我们刚刚没吃完，又打包了要带回家，舍不得，真的，毕竟五年才吃一次。我们现在回家了。我们今天要去 Brickland， 然后搭到这个利物浦车站，慢慢的走过去。然后最近地铁还是蛮多罢工的，所以与其在那边换车什么的，我们就用走的，不然可能每一班都要等个将近15分钟。那15分钟我们走路就可以走到了。所以现在就要去东伦敦那边晃一晃，吃 bagel。 你不是说 bagel 必吃吗？对，我第一次来就吃了。我上次去也没吃耶、欸、怎么回事？怎么会？不是大家都会去吃的吗？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。好，反正现在就要过去吃。这边的风情就跟前几天去的地方都不太一样，有点像纽约。有点像 Brooklyn。Bagel 店到了，好脏乱，招牌看起来超简单的，很传统的店哦，24小时的，全年无休，人蛮多的哦，我们来排一下队。Can I get 3 beef bagels? One without pickle.我们刚刚蛮幸运的，大概只排不到5分钟吧。然后我们出来之后，已经塞到外面，整个路上都是。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人潮，
已经排到路上了。但是我觉得他动作非常之快，所以你们压力很大。嗯，我觉得也不会排太久。你现在吃的是牛肉的，然后里面有黄瓜，对吧？黄瓜的，好吃吗？你刚刚不是嫌它缩水吗？好水缩，但没有，哇，它的牛肉好大、哦，因为你牛肉面比较小。嗯，好好吃哦！我第一次来伦敦就会吃这个，然后也是魂牵梦萦。好夸张！好，我现在要来试试看。哦，如何？面包好好吃哦。嗯，那肉呢？我还没吃到，好扎实的面包。我很喜欢欸、它要像阿中面线，它里面没有位置，它就是要在外面这样站着吃。有没有像阿中面线吗？阿中面牛肉超好吃，是吧？是吧？嗯、是吧？是吧？有一点像 spam， 嗯，但它又比较真实，嗯，很好吃。那如果住附近可以很常来买啊，它还有很多选择，嗯，一些餐那种小甜点。我们刚刚还有买了一片饼干跟一个巧克力可颂，等一下吃完咸的来吃吃看。有人？哎，我点的是巧克力可颂，它里面是怎样？好奇怪哦。不是可颂吧？不是，没有奶。没有难吃啊，但就是上当。那巧克力真的太骗人，真的。刚刚在旁边遇到了一间 Cos 熟悉的店，然后我们又瞎买了一堆。没有瞎买吧，反正就是灵感来了就买啊。经过 Cos 就会不小心手滑掉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吃一间越南河粉。然后羊就很喜欢在异地吃亚洲料理，特别是佛跟拉面。今天原本是要吃拉面的，但是我觉得佛在我心目中更胜一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试试看。河粉平价原来是刚刚伦敦的河粉。很咸啊！谢谢。换我来试试看。咸到。很咸哦，可能这边的人比较重口味吧，生活压力比较大。我们刚去了 Harrods， 然后因为距离我们跟朋友吃晚餐6:30还有点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在旁边的那个海德公园准备要来坐下来好好感受一下，终于要来一些户外的行程，伦敦人的生活感受一下。我们后面是在伦敦的那个 MO， 超级气派，直接在海德公园的第一排，超扯。然后这一排后面全部都是一些，然后转过来后面就直接是森林，超赞的耶，很棒。我们现在要进去找个地方坐着吃东西，超梦幻的，有一座小湖，这算湖吧？是啊，小湖。然后直接就有野生的鸟类在这边，很像中央公园的感觉，超棒的。下午茶点心。跟肯德基的比，它已经软掉了，但应该肯德基比较好吃吧？好甜啊，这蛮爽的，还可以，蛮大一只的天鹅哎，好害怕。现在刚从公园离开，我们要
去搭地铁，然后今天晚餐要吃牛排。现在来吃在伦敦的最后一顿晚餐，蛮惆怅的，有点沮丧，但还是得回去面对。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杨丞琳说她想要吃牛排，我们就来到一间感觉还是蛮有名的牛排店，就来试试看。Cheers， 眼神。怎样？点头是怎样？你吃什么啊？花椰菜。它花椰菜超特别的，整朵结起来。对啊，超猛的。好吃。还好吗？喘不起来是不是？我来吃吃看它的牛排。它牛排其实不贵，12块，然后蛮大一份的。有奶油的味道，然后一点点微微的牛排，如果有那个奶油菠菜，我都一定会点。很新鲜的味道，满满的那种菠菜味。这个东西可以去门口换冰淇淋，好可爱。这是餐厅送的冰淇淋，很好吃哎，这个。什么口味啊？焦糖啊，刚才不是说了，很好吃啊。而且是那种咸咸甜甜的焦糖，很赞，我蛮喜欢的。我们现在呢来超市进行最后的采买，杨就想要买一些这边的甜点回去。我其实出国来欧美国家，我最喜欢买他们的 cereal 回去吃。先买了一个这个，这是什么 ？Weetabix。马德莲是要买几包、哦？我们已经来这边3次，你都在买这个东西了。谁是要吃那么快？那你要买几包？嗯、我带2包回去。才这样？一包给他们。才这样？你不要后悔哦。我会后悔。再送给姐好了。他应该买这个。好。我们现在要离开子铺的家了， Uber 已经在来路上，感伤吗？感伤啊。然后我们的行李非常的夸张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光看是看不出来，你要用拿的。因为真的蛮多的。我没拿过那么重的行李。拿不动，好。它都已经有点要变形。我们现在要出去搭我们的 Uber。那我们要走了，马上，希望马上会再回来。9月，Love you, take care， 拜拜，拜，下次见，马上订机票、哦，好啦，拜，拜，到家跟我吃，拜，好，拜，要离开了，心情怎么样呢？好难过，其实，蛮难过的、哦、尤其又是住在认识的朋友家，嗯、就觉得离情依依，嗯，有一点难。嗯，有一点难，因为他有一个人在家，对，更感伤。嗯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启程去机场了，回家面对现实。我们现在刚 check in 完行李，超好险的，因为我们这次有太多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书要帮老师带回去，所以我们两个人总共可以70公斤。我们刚刚3个行李箱，一共是68点多，非常的幸运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关了，Goodbye。
我现在已经来到登机门了，然后待会儿大概再过10分钟左右就要开始登机。然后这一次的伦敦之旅，其实前后扣掉大概10天吧，但这10天每一天都玩得很开心，然后真的有度假的感觉。因为我们的行程就是睡到很晚，然后去逛街、咖啡厅什么的。然后很希望接下来还很快有机会可以再出门旅游。谢谢大家，救命救命，画画。所以婷婷又出来来欧洲，你觉得婷婷有来过欧洲吗？我本人。对啊，我都带她来了。整个欧洲旅行都有她。谢谢，救命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现在请坐在第一区的旅客登机，谢谢。Now I'd like to have a little second for one to call. Thank you.